那脚比90度 ，I 是内心，然后关键字把它圈起来，内心，然后有垂直、垂直、垂直，所以这个一定是三个都相等，对不对？哦，三个都相等。那 AB 等于4 ，BC 等于3，所以忍不住这题多少？5，对吧？好，那第一个他问你说，请问你内切圆半径是多少？好，这一题哦，请打三颗星，这考试考几率很高哦，因为通常考内心就一定会考那个内切圆半径。OK， 那这个解法呢，一定跟谁有关？一定跟面积有关。好，那也是一样哦，为了这个，都跟刚才题目差不多类似的方式了哦。我要帮你把它连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帮同学加深印象。好，很明显的，三角形 ABC 的面积等于多少 ？ABC 的面积，大面积啊，大三角的面积，是不是里面那个三块被我切开来的面积，对不对？那是等于三角形什么东西？CIB 加三角形 BIA 加三角形 AIC， 对不对？那第一个 ABC 的面积不难算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也是3，这是4，而且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算？答案就是底乘以高除以2，就是3乘以4除以2。好，那 CIB 呢是这个 ，CIB 这个，对吧？那这里是3，高是谁？高是那个 IM 吧？那我们假设 IM 是多少 ？IM。我把它涂掉好了，哦，因为可以加，刚好可以顺便来算。好，我们假设这三块呢都是多少呢？都是 r， 那就是第一个就是多少 ？CIB 就是3乘以 r 除以2。BIC 呢？哎 ，BIA 对不起 ，BIA 是下面这个吧？那就是4乘以 r 除以2，哦，因为都是底乘以高嘛，哦，只有垂直，加上 AIC 就是5乘以 r 除以2，解 r 就好了。对不对？所以没有很难。那第一个，大家都有2，超爽的，先删掉。所以多少？12等于几个 R？12，是刚好等于12 R。所以 R 多少？就是1。所以你的半径呢就是1。所以接下来哦，如果考试考那个内切圆的半径，就是这样算的。好，那右边这一题的话呢，12以后这样找 AN 跟谁 ？AN 跟 CN 的长度。好 ，AN 是谁 ？AN 是这边。CN 是这个啊，这怎么办？这个怎么找 AN 跟 CN？ 有没有人知道 AN 跟 CN？ 老师，我不会。好，我先问一个问题哦，这个为了让你看懂，来，我们用不同的颜色去帮助你。我们用绿色好了。好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又画了一个圆给你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请问你 ，A N 有没有等于 A？ 有，为什么有？因为我们学过什么东西？切线长性质，对不对？圆歪一点，你做切线的话，不是应该会一样长吗？所以 A N 就等于 A L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 A L 怎么算 ？A L，A B 不是4吗？那我问你哦，它有等于 A B 减掉 B L？AB 减到 BL 不是等于 AL 吗？那 AB 是多少 ？AB 不是4吗？啊 ，BL 多少 ？BL 老师没有我叫 BL 哎，我问你哦 ，BL 这边这个 BL 有没有等于 IM？ 这个地方这段有没有等于这段？有吧？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嘛。对不起，讲错了，是一个正方形吧？哦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正方形，所以应该减掉多少？减掉1，所以答案就等于3。这样会吗？好，那这边等于3的话呢 ，AN 等于3就好办事啦。那 CN 不是跟着出来了吗 ？CN 等于多少 ？CN 不是等于 AC 减掉 AN， 对不对？那 AC 不是5吗 ？AN 的话该算出来不是3吗？就答案等于多少？等于2。这样会吧？